知道年底有唱片大战，所以 你看吗？他们就是要避开我。哦，懂了懂了。那怎么没有想到请小孩子跟天方有来接脚车？因为他们两个已经讲了，就是不要再来烦我，因为他们已经来拍我的 MV， 我就真的谢天谢地，我不敢再邀请他们。嗯，那你有付钱吗？哦，有。他们没有跟我谈到片酬，因为我也付不起。但我有礼貌性意思一下包个红包，然后他们也是坚持不收嘛。S 姐她就当场抽出来，然后算，然后说哎、欸、不要不要先不要先不要，我说现在不是婚礼，现在不是婚宴，没有人再抽出来。但他就直接抽出来，然后他就说我不要，他就说我这个我不收了。所以只收红包袋而已。也没有收红包袋，整包还我。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你就捐到慈善单位，然后我就真的捐了嘛，我用他们两个的名义。用康永哥跟 S 姐的名义捐给慈善单位，然后佩晨姐也是一样，我也是用包红包，然后佩晨姐也是捐给慈善单位，也是用她的名字捐，我都没有吞下来哦 ，Hello， 哎、欸，我还有发票拍照给他们哦。你知道年底有唱片大战？好，真的、哦。然后跟你非常接近的就是比如说焦哥呀，哇，那个我们已经很远了吧？他是十二月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凯乐也要出啊。凯乐也出唱片，然后这个蔡依林嘛，嗯、蔡健雅，嗯、对不对？那有先做功课哎，有，我们都知道，罗志祥，所以你看吗？他们就是要避开我。哦，懂了懂了。为什么都挑到十二月？其实他们就不好意思讲出来，因为杀出一个血路的陈汉典出来了嘛，唱跳歌手，真的有杀出血路。他们说，哎啊，先不要了，我们先办在十二月，是这样子。哎呀，所以你的假想敌是陈绮贞。对，我要跟他尬舞，我跟他比舞蹈，没错，就是陈绮贞，还要挑战他。